顾立民。我跟你讲那些编的人呢，有钱的没钱的一样那么正常。你又想适应这边，又想过得更好，就要去适应这样的不正常。要不你怎么出去？所以你不要让他跟着我，跟着我就是这种下场。严总确实也不容易，有苦衷，他这也是左右为难。手伸长了，容易被烫的。